这个盒子可不是一般人，因为只要打开它的人都会被恶灵附身，不仅会让你失去双眼，还会让那些不听话的人免费吃盒饭。但胆大的菜花不仅打开了盒子，甚至还带上了恶灵生前的古董戒指。很快，一阵神秘的声音便呼喊着菜花的名字，睡梦中的他瞬间瞪大了双眼。次日，菜花上课时，身后的男同学偷偷拿到了古董盒子，可被菜花发现后，他直接不受控制地殴打男同学，想要拿回盒子，直到老师来到才制止了这一切。事后，老师怀疑菜花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，于是没收盒子，让菜花停课休息。可老师不知道危险也在慢慢降临，半夜加班时，老师不受控制地打开了盒子，只见阴风阵阵袭来，随后他的眼睛就开始不断流血，紧接着在一股神秘力量的拉扯下，老师直接从窗户摔下，饮恨去了西北。接二连三的神秘事件，大壮也察觉到古董盒子不是一般人，于是他连夜开车将那个盒子扔进了垃圾场内。可当大壮回到家后，找不到盒子的菜花开始发狂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神秘的巴掌直接打上了菜花，但大壮根本就没有动手。Did you just hit her? No, didn't I hit her?